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们有时候说话或者唱歌，发现自己的嘴巴里面有很多的口水，这叫口水音，会影响我们声音的品质。如何处理呢？我们睡觉的时候啊，分泌口水是最多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嘴巴、我们的口腔是在静止的状态。如何处理这个口水音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就是让我们嘴巴的动作要做到位。我们嘴巴是在说话，是在打开口来唱歌，可是动作不够大，做得不到位，不够饱满，结果呢，分泌口水就过多了。如果我们把提、打、挺、松这基本功练习好，口水音的问题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。祝福你。